我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孙猴子，今天要重操旧业。那你为什么是只兔子？难不成是去了趟福岛变异了？那你是啥玩意儿？长得那么丑还要出来晃？果然，丑的人都能看到我。你别笑，信不信我咬死你啊！爸，有人欺负我，快叫2000个兄弟来！长得这么可爱，让人一看就想咬两口呢。别在心里吐啊！你听得见呀？那当然了，玉帝可是我爸。滚！我没你这种抢台词的狗儿子。刚刚那个就是天兵天将吗？对呀、啊。是不是感觉很厉害？谁给你的勇气？梁静茹吗？一个字形容他们，打得他们叫我爸爸。你这一个字真长啊。喂，筋斗云怎么在那边呀？快来见啊，老孙呀。来了，老弟。这就是玉帝吗？长得可真丑呀。屁，我怎么可能长这戳样啊？还有野人怎么上班睡觉呢？扣工资啊。老板别呀、啊，我这是在闭目养神呢。闭目？那你怎么睁着眼睛啊？啊，被你发现了，看来只能杀人灭口了。就这还想灭我的口？我操，无情。你别笑，我已经闻到玉帝那身上的大蒜味了。竟敢说本神有大蒜味，兄弟们灭了他，真的是事实也不要说出来吗？怪没面子的。大蒜味越来越重了，玉帝果然在这里。金龙快护驾啊，这只小兔子要对我图谋不轨。小小虫子在俺老孙面前放肆。玉帝快下来，你家金虫子被我解决了。你不要过来啊。哇，好臭呀。我叫小林呢，最终因为玉帝的口气没能成功，打算500年后再来。